保时捷那个，对 ，Porsche 的那一台，真的很好看。对，對是的，是的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子好吗？这样子好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自己看到也傻眼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嘛，不讲好了。这样我会怕哎、欸。干嘛？大家都略知一二啦。哎、欸，我这以为已经改好了啦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是包膜，然后哒哒，欢迎观看哒哒哥，耶！今天介绍这台福特2022年 Focus ST Line Lomo X 的版本。Lomo X 的版本差在哪里？这个驼灯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，旭日之刃。旭日之刃，线上游戏。对啊，大欧小欧，旭日之刃小欧大欧，对对对对，就之类的。还有就是铝圈。原厂这样消光灰吧，刚好最近的那个话题就是说 PTT 上面有一篇说女生好像普遍不太喜欢福特，是不是？好像说车太丑，其实我觉得不是，真的不是车太丑的问题。我觉得 Focus 很帅啊，我没有觉得 Focus 很丑啊。跟论外形，包含自己跟朋友聊天聊起来，听哎你看 Focus 帅。其实我普遍的感觉其实是这样，而且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其实不会觉得 Focus 丑啊。然后整体而言呢，如果说要男包的话，我觉得也还好，前保的部分吧，因为它前保的设计是就是这样子的嘛。这边的话比较难进去，然后跟这里也比较难进去。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内装，它真的是有够烧爆的。它买来的时候，它就给我去改气氛灯，你看好吗？气氛灯这种灯条这样超漂亮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气氛灯改得不错，我应该会问他说哪里改的，因为有点心动。然后再来就是长叹一口气，就是有在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应该就知道说我个人啊，我还是喜欢手刹车那一只跟排档杆那一根。旋钮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比如说回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前进然后后退，一后退哇他打到 B 档。像我们以前排档杆的话，那个档位的入档的那个卡卡那个感觉，你会很明确说我现在什么档，你不用看你就可以直接用，就是啊很帅的一个直接一个档位。问题是他用旋钮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掉掉哎哎好好退，然后再哎掉掉哎啊好前进，很慢，我觉得真的很慢，就要习惯一下。然后椅子的部分啊，来把它这个可爱的垫子也太多垫子了吧，这个人平常是有多腰酸背痛。你看它这个纹路摸起来格外的舒服，它不是平的哦，它是有点嘟噜噜噜噜噜噜，你看我手指嘟噜噜噜噜噜知道了，嘟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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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对，这个应该要打一下马赛克，不好意思，嚣张哦！你要不要看？你要不要听一下？虽然说他有说，我车就是我第二个家哦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我还真没料想到呢 ，surprise，OK、okay。我们车2、4、6，然后有两个鞋盒，就是有六个那种布纸箱跟盒子，然后都是叠满，然后上面还有空间。你就知道其实它的里面的置物空间是很够的。所以呢，各位觉得 Focus 福特车很丑的女生呢，就不要再对福特有什么特别的歧视了。唯一要歧视的，应该真的就是它的 logo 吧，稍微有一点点稳重，对，稳重。那反正包膜的话，它就会比较年轻化，对，年轻化。它的颜色是要包那个保时捷的 Taycan 的冰玫粉，水嘎。最佳，很漂亮，拭目以待。好，包围。你在干嘛？不要肯定啊，不错。干？这不是。哇，干嘛？我准备要动到你给我那边压。没有，我没有压，我就我你我就屁，我没有，我刚在这里。你是轮胎，我脚一直想踩轮胎。
你看，很像在驾巡马。哇，那小心哦！哎，达达，你不要这样子，这样的话。不是我，屁呀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干嘛干嘛？他的线啊，他的那个第三刹车真的线啊，这样子线我们怎么拆啊？我就问怎么拔，还是要拿内视镜照一下。YYDS， 哎，恭喜恭喜！看一下他照一下他的手，对啊，看一下你的手，很红哎，辛苦了。我刚什么事都没做，我刚什么忙都没办，我刚就是出一张嘴送你，就是你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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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怎么撞身子？可以的，他们电懂，你电懂，你刚电懂，你刚电懂。你还说中文好？颜色吗？没有讲色，我们没有讲。它跟车整个搭配。当然，整体而言呢，你对于就是包膜的那个心得感想怎么样？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？刚去牵车，那时候去牵车的时候，然后就整个湿了。哎，这样子好吗？这样子好吗？直接这样讲哎，就他后来自己看到了保时捷那个，对 ，Porsche 的那一台。真的很好看，对，这个颜色是保持颜色，真的很好看。他当时就在那边犹豫什么，他的后照镜，他的头发，我想超久了，我还用那个小画家，对，他还有小画家，反正全部都是。我应该可以把照片给你们，超好笑的。反正我跟你讲，这黑车底是一定要必须。我还找了很多泰康的配色，对对，给他看，然后跟他说，你看人家也是有，让他有点概念这样子。这怎么回事？我靠！哎，我自己看到很傻眼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吧。你真的傻眼呢？你要不要诉说一下那个案发过程？一个小巷子，然后我要左转，然后它的那个转弯的地方就有一个感觉比我还大哎，什么东西？就比我还大的那个圆柱。圆柱？石柱？哦，石柱。然后第一次我就知道不会过。好，我再转一次。然后转第二次，我想说应该过吧，然后我完蛋，来不及了，完蛋，踩油门已经来不及了，还好有包膜，所以大家要包膜，要包膜。再来，我还要讲一个那个题外话，身为一个天哪，车上带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，而且是一箱都完了，是空的，是空的哎。可是我对那个水手服很有兴趣。
变态耶，整个以前的制服，而且我就把它拿起来了。哇，你今天应该要穿这个。对，我觉得我今天就变装。三分钟。我要变装，还有敲碗，大家想看看，想看，给他传单看一下。再来就是要聊一下，说女生基本上是不是不喜欢福特的车？我真的是觉得不要去分说啊，女生比较不喜欢还是男生比较喜欢。我觉得买车就是看个人需求吧，跟那个对眼的感觉，对眼的感觉，还有三只眼睛跟那个对眼的感觉。因为你记得我那时候，我一开始跟你说我要买车的时候，一开始跟你说的是118，180，我是脑袋中只有闪过而已。哦，是哦，对。那你后来胜出的原因是 CP 值很高，想再加人的话，他可以，他不会说很抖啊，还是说很不舒服。哦，因为有些车给人的回馈，副驾坐起来是很不舒服。在那想要跑的话，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健啊、想要养啊、想要踩一下，它其实也够，就是也够我跑了啦。对，那再就是价格。那你方便透露你买的金额是多少？90%吧。这样算便宜吗？你这样买算便宜？我觉得算，买到赚到这样。那你为什么要一直逼你的车这么远？啊哦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想我吗，宝贝？想我吗，宝贝？你觉得这台车啊，买到现在就是有没有几个优点跟缺点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很有感的一个优点就是车头很乖。什么叫车头很乖？什么叫车头很乖？我方向盘转哪，它就走哪。哦，也不会空隙。对，车头真的很乖。对，很乖，好乖。对对对，宝贝好乖。哦，对。再来说一个。内装的吧，因此，因为它是 BNO 还是 OMB 啊？ BNO 吧，对，它原厂就是配那个喇叭，然后声音就不错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听音乐的，你应该就是会乒乒乓乓的那种吧？对吧？我也是看心情的，我每天乓，每天炸街，哪能呢？听到就完。那隔音呢？你觉得它隔音好吗？隔音我觉得算还 OK， 就是我拉下窗户，外面很吵啊，然后把窗户升上，我觉得好安静哦，了解，就那个反差就很大哦。对，性能吧，我觉得性能，如果在一般的马路上的话，油门给的回馈也是很快速的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刚刚的小超的缺点有一个顿挫感，对，还有这是缺点的部分哦。对，有时候可能顺的开好了，然后它就会顿一下。那这种感觉会是在低速档比较明显，还是说比较高速？低速本身的。变速箱哦，但我会怕哎。不会啦，福特嘛，大家都略知一二啦。哎，我这我已经改好了啦。我没有。你会想要把这个东西调整过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把它改顺，因为他说好像有想说来问看看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也是可以加入福特女孩的哎。有，我加了。像我想加入还不行。加入混搭。本田女孩。本田阿姨这样啊，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困扰的，我如果今天我只加个300或者是500，它的油表是不会上升的，就是我就算熄火了，我再开它一样是在保持在可能50%可以跑的位置，再下一次加油的话就会恢复正常。对，只要再要等到再隔一次加，可是我就抓不到，可是油表就不准。对啊，就不准。而我现在想说的是油量太少，然后油压没到。哦，这个好特别哦，我第一次听到哎，可以问问看有没有其他人有哦，可能问看其他车主有缺男友吗？好缺哦，怎么办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太棒了！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兔兔的 IG 就是在这给他一个特写。哎呦，哇，好害羞哦。我也要。嗨，今天就非常的感谢我们兔兔，谢谢。有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呢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达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